蓝正龙离婚后复出导戏，私下表情丰富，反差萌。可是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拍片吗？拍电影可以当饭吃吗？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你身上的洋装？咦，蓝正龙六月才分手周又廷，就拍起了男同志性探索的新片《成功补习班》，剧情改编亲身经历，发生不少有趣笑料。我们主任演的坏。不是坏，是我很谢谢他，让我一下就知道原来大人长这样。有点贱哎！但是我很谢谢这个主任。我睡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有点头晕，在抚摸我的头，然后自己抚摸女生某个部位的那种状况下去搓揉的时候，我想说在干嘛？没有。以为蓝正龙是个不苟言笑、惜话如金、很严肃的人，他调教的演员曾揭穿这层假面。他蛮好笑，他有个标准，看小背景。然后他在看我们演戏的时候，他觉得好笑，说他就讲。所言真真不假，专访时这位导演超有戏。镜头来语言来说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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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其实蛮敏感的，就是。他给我尖叫，尖叫到所有人定住，然后他就跑走了。所以我当了爸爸之后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我可以有那么多耐心，因为我在家里的个性是完全零。也许酷酷的蓝正龙是因为两个孩子流露爱笑温暖的一面，所以我的承受度现在很range很宽，在小孩子面前就是已经火了，要爆发的富士山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要面带微笑。他说：“你可以找黄氏兄弟演啊。”我说：“黄氏兄弟不是爸爸的菜，是你的菜。”会想要怀念过去的，我就是真的觉得，哎，我们人就是我自己，就是你要跟你的听乐者 say goodbye。我留着他，我没有说真的把他丢不见，而是不要再这么幼稚的男生了。那拍完你有觉得你长大了吗？我拍完，我跟你讲，我白头发撑出来了，我都知道什么叫一夜白发跟两鬓斑白。哦哇！但是就是会觉得哇，拍完一个作品真的好快乐，就是升天的那种。虽然一压一直压了，拍完了之后，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跳到三楼了。下一个目标在哪？为了心情。下一个剧本就接啊。那这样就是就一直在当导演了。没有，我找不到钱，找不到钱，懂。